这种紫外线消毒的方式的优势呢，一个呢它是效率高，时间短，而且那个投入的劳动力以及那个消毒成本都比较低。第二个呢，它是就是消毒的比较彻底，它的有效的对病毒的灭杀率在99.9%以上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它就是对这个车辆没有腐蚀，它是一种纯物理的消毒方式。我们上了学，那个小就是牛吧？哎，就是牛嘞，那是牛。哎，八字弄成，哎。